票哩。你住的厝内面煮食，还佫两副碗碟，啊，你毋是要我吃，要送吃？上规定我煮物件用好吃啊，无你是即马退化哟，唔免用头壳用脚头捂胸嘛知。我只住五年啊呢，我感觉煮物件好吃，唔慢嘛吼。唉，啊你传一道传到这青草，无是要创啊？中原普渡，这拜兄弟啊！你都还袂做好兄弟啊？要拜啥？哎，你真正是乌鸦嘴的哈，见开嘴拢无好话哦。好啦，嘴无说阿拜啦，你唔讲原因，安怎要坐落来吃？哎，你创啥啦你？哎这边好像晴天寄来啦，伊要转来啊啦。哦，原来要恁晴天补身体啊。当然啦、啊，伊出去啊一年呢，顺便甲补一下。嗯，没关系啊。如果无咸声，许个名，你袂去参面吗？你不来我吃，我看来要吃。哼，陈良生，对啦，我是知影你这个人哦，野心一向拢足大个啦，食铜、食铁、食阿鲁米，啊，不过我慢慢想袂到。现在连我煮要给到这的丸子你也抢要吃啊？这这要到这免吐免吐哎，啊你不是一向拢足少想要吃我煮的料理啊？啊你嘛定是吃有对啊？啊我迄只对啊，敢不是？你无来无去，煮要给到这的物件要创啊？相公无来无去。那是阮晴天要出国之前甲我交代，所以我三不五时啊，拢会煮一寡到食的物件，搬去迄浪浪的收容中心，给流浪狗食，给老狗食。廖孟子，你是怎让我收你到无够？今仔日阁想要来讨赔听？你叫是讲我食饱收银，干那会晓把注意力放伫你个身躯顶？我是为后一节气象预报做准备啦。啊，对吼，我拢袂记得
后一节是冷门时段，而且是你负责的呢，辛苦啊！等下，阁有啥物代志？啊，卡叔，你若是想要问我气象的问题，我真欢喜甲你教。不管是年资还是辈分，我拢比你阁较深。你就是一个靠关系空降部队，阁讲要甲我教？是啦，虽然年资啊，阁有专业度无一定成正比。啊，不过吼，你伫个短短时间内底，就会当坐起你气象主播的位置，你应该有一定的专业度诶。你是讲啥物废话？好歹我嘛是大众传播相关科系毕业的，比起你伫个国外名不经传啥物野鸡大学，阁较强，好不？那呢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敢知影影响降雨几率的定义是啥？拜托嘞，你要问嘛问较专业的问题。降雨几率就是伫个迄个所在有偌济机会下雨。你要问这种问题，你是超过伊要考物料的是无？就是讲的，这连我嘛知。降雨几率敢只有这种算法？那无嘞？无你要用盘杯哦，无猜你是出国留学回来的，连算降雨几率都这么接地气哦。降雨几率在国际上有两种算法，第一种是在该区域内有多少%的面积一定会下雨，第二种是在该地点有多少%的机会会下雨。啊！你做一个气象主播，这么基本的代志，你都唔知影？即马是咧讲啥？我哪会听拢无？这根本就是伫后边乱讲。是啊，我嘛无听过。我讲的是，做一个气象主播应该要知影基本知识。虽然台湾啊，国大部分的国家拢是使用第二种的机会算法，啊，毋过伫美国，因为伊的土地面积大。所以使用的是第一种的方法。一般的人唔知影就装多耍，啊！不过咱是专业的气象播报人员呢，恁连这种基本的知识你都唔知影。咱即马伫咧台湾，就用咱家己的算法就好啊，管其他国家创啥？你根本就是挑故意找麻烦。晴天讲了无唔对，这是咱的专业。那会当用一般人的标准来比，你拄只的态度真无尊重这份工课，嘛表示你的专业度还阁无够的。无怪哦，我之前看了蒙子播报的时阵，伊那是常常讲唔对你，啊，而且会吃螺丝，甚至连播报内容都是唔对的。你敢知影？这是真严重的错误呢。这边哪会当怪我？啊，不是因为。因为啥？因为稿子不是你写的。廖萌子，我嘛趁这个机会甲你提醒，你最近播报的时段收视率明显下滑，顶面呢已经咧注意啊，你上好是配备较暗的，啊无这个位置这么竞争，随时都有可能有人会当甲你取代。我是有实力的啦，我无得惊会互人取代。是毋是有实力，毋是用嘴讲的啦。但你把收视率优关，才大声讲话啊！好啊，你就等咧看，我会伫咧一礼拜时间内底把收视率优好关，那无我就把这个时段扭出来。这是你家己讲的哦，讲会到爱做会到，愿赌服输。有竞争才有进步嘛。啊，若是你有任何的问题，随时欢迎你来问我。拜丁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您的心情是否就如同今天的天气一样不太稳定呢？这是因为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哦，偶尔会出现大太阳，偶尔会有强风及短暂阵雨。蒙兹也特别到了户外为您播报气象，在这里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出门一定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，因为您不晓得外面的风雨什么时候会变强大，做好防台措施才能万无一失。
来卡。小花，你啥物代志？我宝宝在外面结束啊，你横龙花卡是安怎？因为伊做了伤过啊，豆腐拢化袂落去啊，所以才到外面切根棚内啊。啊，不是啊，户外宝宝唔就是安尼，这有好过啊？我拢已经牺牲我的形象呢，豆腐来当安尼啦。你看后边原来一座旋转木马，看起来好好诶，你不要嫌贵，豆腐当然嘛嫌卡。多谢请啊长啦。二三。哎，我们得列兵了。啊，搁这边，搁这边，搁这边。一、二、三。